试吹一下黑檀 F 通口。这个是 C 管，高音很容易就吹上去的。然后我们在吹通口的时候，嘴型自然闭合就可以，不用微笑状，不用微笑状，也不用去刻意的去抿嘴，自然闭合，然后里面口腔是打开的，这样吹出来的音色呢就更圆润。我试吹一下三个八度，三个八度就是从低音五吹到倍高音五。这样就是三个完整的八度。这款还有老红木，老红木就599，这个是还有黄檀799，这个是黑檀999，还有小叶子檀1299，每一种材料它都可以吹三个八度的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咨询。